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，今天已经是19号。其实，在开始进入10月份的第一天，如果所有的投资人，你还记得利豪讲过一件事情：如果这种行情你真的不会做，你来找利豪。各位，其实啊，从10月份一直到现在，你们可以看得很清楚，我一再的在节目上跟你们强调灵活的操作，来回做价差，很多人他就不相信啊，那不相信我也没办法，因为各位，我已经跟你说过，美国方面很多人喜欢看外资法人的动向，美国方面自己的货币政策、财政政策都搞不清楚，现在又有以色列跟哈马斯的这个战争，之前的俄罗斯跟乌克兰也还没结束，所以各位，其实世界各国的经济走到这个地方，各位，我真的可以讲一句话， FED 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鲍尔自己心里都没有底数，自己都搞不清楚到底升息跟不升息对未来的影响到底是好还是不好。所以各位，我一直跟你们强调过，当人家都不了解不清楚的情况之下，你要真的去来回做价差，你能够掌握到来回做价差，你才能够真的在股市里面创造应有的超级大利润。我在今天我要告诉各位一个观念，我宁愿花时间来告诉你们这个重要的观念，各位听得懂吗？就像我们在古代在练功夫一样，你当你打通任督二脉的时候，你练什么功夫你都很容易练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投资朋友们，真的一个好的观念会让你真的吃喝不完。如果你的观念不正确，你真的没有一个好的观念，你在股市里面你会非常的危险。你知道为什么利豪的很多的会员很喜欢利豪吗？因为我做股票，我跟你说过，股市是一门投资学，是一门心理学，更是一门艺术。你在股市里面，你除了要了解三大法人的动向，你也要很清楚主力大户他到底心里在想什么。有时候他偏偏利多出来，他偏偏跟你做反向去做放空的动作，有时候利空出来反而不跌，反而利空出尽，为什么？各位你自己细想一想就好。这些三大法人主力大户，当你想赚你们钱的时候，当然是无所不用其极，而且会利用报章媒体杂志。那各位该怎么办？你要懂得心理学。我为什么一直跟你们强调过，像给我举例，我为什么从以前到现在我一直跟你说过，存股票真的不要多，尤其各位利豪讲的四星 KY， 各位一路以来我其实就在用四星 KY 在教导各位如何的来回做价差。那各位，我们做的怎么样？全市场有目共睹，这档股票我们已经累积到25000多块的价差了。各位，这个是价差，这个是很不得了的成就，这已经是可以歌功颂德，你听得懂是吗？是全市场没有人做得到的事情。所以各位，今天利豪要告诉你们这个观念之前，有一档股票，各位，我打在侧标上，我的侧标我很少这么干净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我都讲很多几月几号买什么股票干嘛的，我在今天19号的今天，或许20号的今天，我还要告诉各位注意，这档股票你一定要有，绝对要有。你如果没有拿到这档股票，你以后你一定会后悔，你绝对会后悔。所以各位把握机会，绝对要有，好吗？各位全力攻占，说了你不见得信，各位说了你不见得信哦，买了你会很期待，你要放着或者玩当冲，各位你会很高兴，好不好？这档股票真的送给全国的投资人，说了你不见得信，买了你会很期待，放着或者是当冲你会非常的高兴哦。好，各位，那这支股票不用什么啊，打电话是什么你的手机号码中几号，不用，你只要愿意，这档股票就送给你，而且各位到时候你只要谢谢我就好。那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我们现在依然我们用四星 KY 来告诉你操作股票的理念。各位你自己把笔跟纸拿起来准备一下，你看看我从9月21号就好，我不要讲太远了，太远真的很多人说毫不可考，那没关系，那我们就不要讲太远，我们就讲9月21号到今天就好。各位将近快一个月，对不对？你看看这个一个月当中我们四星 KY 我们做了几次，
然后那个做多做空，如果你真的照做，你会赚多少钱？所以各位，我一直跟你们强调过，我有一个客户，他在台中，对不对？第七期从化区，他本来赔了3亿多呢，自己参加了很多的老师，也自己乱做股票，赔了3亿多，到最后没有办法，在第七期从化区那边，星光三月后面有一块地，一个房子，他卖掉了，跟银行抵押了8000多万。他看到我的电视节目之后，他觉得哎，这个老师还不错，然后看了一段时间，决定参加了。他来到公司的时候跟我讲一句话：陈老师，我相信你是我最后一个老师，我也希望你是我最后一个老师，因为我真的受不了了，如果再赔下去，连我的真的养老本金我都没办法了。各位，他还有另外还有2000万的定存，好，那我就跟他说，好，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试看看嘛，就试看看。各位，跟我到现在不但把赔掉的3亿多全部赚回来，而且还把那个抵押贷款的那个钱就还光了，而且各位还买了一台兰博基尼的超跑，还有一台宾士车。我已经跟你们说过，做股票其实没有很难，难在你的心里面你怎么想。他只做一档股票而已啊，因为他很了解，我很了解筹码。我也跟他讲，那你就如果真的想要真的赚大钱，你就做一档股票，做两档股票就很清楚了。那所以各位，他每天都只在期待这档股票来回做价差。所以各位，我现在就用利用这个机会给你看一下。各位，你记不记得9月21号？9月21号那一天，我是不是跟你讲，各位买回四星 KY？ 好，那很多人说，为什么我要买回四星 KY？当初我的四星 KY 其实它在1300块的时候，我已经讲过这档股票的目标，看到2700块2300到2700，很多人不相信，那不相信没关系，我是1300的时候就跟你讲了，先目标先看2300哦。那各位看9月21号我们那时候2320、2350我们先买进，对不对？我们先买了。那到了各位10月2号，你看921到10月2号，各位已经冲到哪里？2825跟2835，各位已经赚了475块。那到了475块的时候，跟我们累计已经24675块的时候，各位我还兼放空。很多人说，老师啊，那你不是说你的目标上看到2300、2700吗？为什么你要放空？各位，我告诉你，股票不可能一路就是一直往上走，知道吗？它会来回做价差。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所以各位，到了2825到2835，我出场之后赚了475块。我在电视上，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？而且各位，我当初还兼放空，有没有？我还兼放空。那各位，你看，那我兼放空的情况之下，各位又赚了110块，我又回补了。那我在电视上我也跟你说过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有记下来吗？各位，你看，我又回补了。所以各位，400做多的475加放空的，各位极大值150块，你先把它记下来。那各位有没有杀下来？杀下来了。杀下来之后，各位我在电视上有没有跟你讲一样？我又买回来了。我当初不是手机我都把它照给你看吗？都秀给你看。所以各位，10月4号我是不是又买回了2650？有没有？为什么？各位，而且电视上我也强调得很清楚了，有没有？好，那各位看这边，那到了10月11号，10月4号买2650，到10月11号我又赚了多少钱？又来到2905，你看又来到2905，创了短期的新高，获利之后再放空。你看我在电视上其实我都讲给你听过了，最大值是不是赚了250块？250块之后，我当初手机也给你看我是不是放空，有没有？结果放空又还是不是又打下来了？各位你看，10月11号他打到哪里？2790到2800，我又赚了105块。我当初电视上我也跟你讲过兼放空，有没有？2900附近兼放空又赚了105块。各位，这些所有的讯息其实我在电视上都打在侧标过，所以我当初跟你讲为什么请你录影存证，原因在这里。好，那各位，那我出掉之后，各位我又反买，我在2800又反买，结果各位当天又赚了40块，有没有？你看，真的，我没有骗你，我在电视上我都跟你讲过，这些我都跟你讲过啊。那你买了10张，你又赚了40万，100张一样赚了400万。那各位投资朋友们，到了10月12号，对不对？我因为还获利还放着，有没有？还放着，所以到了隔天10月12号，有没有？又涨上来了，又赚了100块。
赚了100块之后，各位我又兼放空，各位看，你看又兼放空，因为2900块就是一个压力嘛，所以我又兼放空，结果各位下来又赚了140块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档股票来回去做价差，你真的赚翻了。而且我在电视上我都有打在侧标上，也跟你讲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各位你看，那你打到10月12号，你是不是回补赚了140块？各位你看、哦、到了10月13号，最近的、哦、10月13号，当打到2725、2750，我又告诉我的会员赶快去买。各位到了10月17号，各位10月17号就是前两天，就是前两天而已。各位你看，来到2810，你又赚了85块。各位除了赚了85到多少，到90块。各位你看有没有真实富贵千真万确，10张又90万，100张又900万。各位你看到没有？所以我一直跟你们强调过一个观念，这些股票真的不要多，你真的来回做价差，从我9月21号刚刚讲到10月17号，各位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如果把那个价差记下来，你会吓死掉哦。如果各买，不要讲说各买十张了，因为一张股票10张，对不对？一张股票就要200多万呢，200多万的股票，那你买一张行不行？买一张也可以啊。那你把那个价差乘一乘，就买一张就好，你一样赚翻了。更不用讲，就像我第七期从化区那个客户，他每次基本上一买就是买10张以上，对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各位真的做股票，真的它不难，难在你的心里面。那现在这档股票，各位我一直要跟各位强调。我跟你们讲的是一个观念，当观念你有的时候，就像任督二脉一样，你打通了任督二脉，你什么都懂，听懂吗？那各位，这档股票真的送给你们好不好？说了你不见得信，买了你会很期待，因为你可以去放着，你也可以去做当冲，都没有关系，你会很高兴。这档股票送给各位好吗？所以希望各位投资朋友真的好好去了解一下。那各位还有一档股票，我最近是不是做一档股票叫6669的维银，你记不记得？那这档股票我也不是说它的基本面好不好，各位我们不管这个，我也是最近做了好几次，做多也赚，放空也赚。各位你看，你当初记不记得我当初9月25号我说中秋大礼一定要有，绝对要有，有没有？当初我不是送给你，你一定要相信，有没有？其实在9月21号的时候我就送过一次了，有没有？当初9月21号我就送过一次了，结果各位这档股票一路飙，送给你之后涨了290块，有没有？结果涨到从1350到1370飙到1640，不是涨了290块吗？那各位我在电视上我不是跟你讲，而且我手机上不是秀给你看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那会员在问这档股票是什么，中秋大礼是什么，我就说6669的维银啊，一样啊。结果很多人在问，我也一样是说6669的维银啊。那但是各位你有敢买吗？你如果真的敢买，你赚了290块的价差，而且各位上来之后我又放空，你看你真的来回做价差，你上来之后再去放空，你又赚了55块，有没有？你看我在电视上我不是一个跟你讲过了吗？甚至你赚了55块，这极大值你还赚了90块，我说你敢吗？好，各位来，那你放空之后你要懂得回补，而且要记得反买啊。所以各位你看10月4号我又反买了，我又反买了。那各位你有没有勇气霸气行动力？你如果反买，各位你看10月5号你又赚了90块，有没有？你看你10张就90万，100张又是900万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好，各位那一来到1655，10月5号，各位你敢不敢再去做放空的动作？你敢不敢？我们又去放空啊，我们又去放空啊。结果各位你如果真的放空，哎，各位你看到、啊这个地方有没有？哎，10月5号之后，我们不是获利了吗？获利之后，给我们在10月11号又去买进。你看，10月11号又去买，买了之后，10月12号又来到1690，获利兼放空。你看，有没有看到？你的极大值是不是赚了？又赚了95块，赚了95块之后，各位你看，我又去放空，我又赚了40块，有没有？哎，我在电视上我都拿给你们看过了，有没有？你看，是不是赚了40块？所以我一直告诉各位，真的做股票其实真的没这么难，我只是现在拿出来给你印证，我们之前真的就是这样做而已，如此而已。所以各位真的不要每天都在唉声叹气，也不要每天都想着说股票市场真的就如你所说的一样。因为我在电视上我一直跟你们讲过一个观念，各位这个观念是什么？你看
我说啊，经过了这几天啊，股市的洗礼，各位你要记得哦，这个讯息是我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在电视上讲给大家听了。十几年前，哦，我说经过这几天的股市洗礼，你还觉得股市有基本面跟技术面吗？有没有？我说全世界都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市场，既然是资本主义，就一定有资本利得，资本利得就是金钱游戏，你一定会有人为的炒作，有没有？那各位，你看前两天台积电不是说呢，资本支出有没有？他要开法说会，今天就有法说会啦，十月十九号的法说会啊。但是他在前两天，他不是讲了吗？他是说资本支出减少300亿美金啊。你一般来讲，他就是利空嘛，对不对？利空出利空嘛。但是各位，前一天已经跌了，大跌了，跌了130点，大盘有没有？那各位叫利空出尽了。但这个消息利空出来之后，各位大家想啊，反正就是利空出尽啊。各位又开始怎么样？又反弹了。所以十月十七号那一天不是又反弹了吗？所以我就跟你说过，股市就是一个什么人为炒作的市场，听得懂吗？人为炒作的市场，那你要注意什么？观察筹码。那跟着筹码，我就跟你讲过，为什么四星 KY 我们可以创造这么大的利润？因为我了解筹码，我会观察筹码，我知道怎么进出啊。那为什么尾盈我们也一样来回做价差，可以创造这么多的价差？很简单啊，也是因为筹码战。所以各位，你要仔细观察筹码。你技术面可以骗，基本面可以骗，产业面可以骗，但是筹码绝对不能骗。所以各位，了解筹码，你才能够成为超级的大赢家，好不好？所以各位，真的说了你不见得信，买了你会很期待，放着或当冲你会很高兴。这档股票送给全国的投资人。那另外，如果各位投资朋友们，你愿意相信利豪，先跟利豪一起打江山，跟着利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帮得到你，好不好？那各位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。还在看吗？333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你还在看吗？333轻松富专案让您轻轻松松变成赢家。轻松富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。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，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特工队叫叫声抛华，救命！救命！救我的女儿！叫，大声呼救！叫，打电话求救！伸，无限延伸救援力！抛，把漂浮物抛给溺水的人！滑，能用大型浮具快速滑向溺水者！叫叫声抛华，救溺无误，救力无波！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。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其实在台湾做股票，利豪常常在讲一件事情，就是你要非常的客观。如果你在股市里面你不够客观，你很容易被报章媒体杂志给引导。你看像我带会员带这么久，给我在股市35年多了，你知道吗？我20岁就接触股市了，一路走来形形色色的人，主力大户、三大法人我也认识很多了。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跟你讲他们像玩什么把戏我都很清楚。
在台湾做股票，你要了解一点，它跟美国股市不同的地方是，美国很多的投资人他会找一个基金操盘人，他是可以找一个经理人去帮他们去做一个代操，或者说帮他们去做分析。但是我们的台湾的投资人是占了 80% 是散户，20%才是法人，一些跟你了解我意思吗？所以为什么这些三大法人主力大户可以影响到你？因为他只要透过媒体，只要透过报章媒体就可以影响到你了。那各位 很多台湾的投资人他有一个习惯，报章媒体杂志登利多他不见得会相信，但是只要有利空一定踹了一弹，这叫心理学。所以为什么很多的投资人在股市里面永远是死路一条，永远是在股市里面死的绝大部分？各位你看，我一直跟你们说过，各位，股市啊，它就像一个像金字塔一样，其实 70% 的人是辛苦人。那这些辛苦人他在股市里面他本来就希望用一些钱去赚到应有的钱，应有的财富，然后能够让他过一个好的一点的生活，对不对？那小朋友想买东西 OK， 爸爸妈妈有赚钱没有问题，那你的爸爸妈妈要真的年纪大了，那也需要你去照顾他，你有赚到钱 OK， 什么都没问题。那你也可以因为在股市里面赚到钱好好的去享受，出国去度假，买车买房。但是各位有一个很现实的一件事情，进入股市你真的可以赚到钱吗？进入股市你真的可以100%可以保证能够赚到钱吗？如果当不行的时候，你在股市里面你赔到钱的时候，各位，那你在生活上你就有很多的改观，很多的想法会改变，听得懂吗？那我跟你讲，你就不会像在进入股市之前有这么好的想法。各位，这叫人性。所以我一直跟你们说过，做股票一定要有忍耐，要有耐心，而且要非常的客观。那我也跟你说过，为什么很多的会员喜欢利好，很简单呢，因为我非常的客观。我很多的会员想要急着要进场去做股票，我还会跟他讲不要急，观望一下，不要太急，我都会这样。所以各位，我在三角形金字塔里面的人 70% 是真的是辛苦人，哦，想赚钱嘛，成为一般人。那一般人也喜欢赚钱成为有钱人，那倒不如我们就干脆 90% 的这些人来一起成为有钱人，好不好？所以我希望各位投资们，真的有些事情没有办法去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啊，你没办法用言语去表达，你只能去意会一下。所以利豪跟你说过，真的很多的事情，各位你跟着利豪好了，好不好？你跟着利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帮得到各位。就像我跟你说过，像四星 KY 来回做价差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你像维银来回做价差，很多的股票真的尤其 AI 人气所在，未来各位钱就在哪里，还是一样 AI 啦，不管他打回来做怎么样都一样啦，人气就在 AI， 所以你来回做价差。那至于其他的股票，其他的类股，那就是各位是复合性的，听得懂吗？它不是主角，它是一个配角，但是有时候配角就会跳出来表态啊，听得懂吗？但是人气在哪里，钱就在哪里，成交量就在哪里，你要听得懂我的意思。所以各位，说了你不见得信，买了你会很期待，放着或者当冲你会很高兴。各位，那这档股票呢，你真的一定要有，绝对要我保佑机会，好不好？全力攻占。那如果你这段时间以来你都没有拿任何股票，你也没有打任何电话，你也没有扫 Line at， 都没有关系，都无所谓了，但是这一档就一定要有了，真的。那而且各位，这只股票是意想不到的，或许也没人想到会什么股票，听得懂吗？但是各位，大家都买得起，大家都可以做得起。那我只是跟各位强调说，有时候真的做股票还是一样客观一点，因为我毕竟我在股市30几年了，我们遇到形形色色的人，对不对？不管说主力大户还三大法人，他们心里到底在想什么，还有说投资人心里在想什么，其实各位我都很清楚啊。我在2000年到2004年的时候，在中国大陆我待了4年，当初在中国大陆很多的地方就办过演讲会，真的随随便便都上千人来听，甚至还有一次在宝山体育馆还来了15000多人
来听我的演讲会。所以各位，我告诉你，真的在台湾做股票你要学到一点，就是今天一天没有做股票没有关系，但是要做的时候就是要赚大钱的时机点，听得懂吗？搞不好你赚一天可以抵十天哦，你要听清楚我所讲的话，好不好？所以各位，说了你不见得信，买了你会很期待，放着或当冲你会很高兴。这档股票送给全国的投资人。那另外各位，你想跟着利豪的人我更欢迎，好不好？跟着利豪安心吧，信用开心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帮得到各位。各位好好把握了哈，真的好好把握。那这档股票各位在下个礼拜开始要发动了哈，下个礼拜开始要发动了。说了你不见得信，买了你会很期待，放着或是当冲你会很高兴，好不好？祝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好好把握一下，那跟着利豪是最好的，好不好？踏出成功的这一步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